我从来到这个克里克斯吉尔吉斯工作，来到吉尔吉斯两年，也就一年了，开始做拿麻子一年多了。因为我来到吉尔吉斯坦以后，这边都是伊斯兰教，互相了解以后，我感觉做拿麻子很好。做拿麻子以后，就是做事要用心去做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别人。我们尽量做好事，尽量帮助别人。做拿麻子的好处很多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对身体有好处，对大家有好处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朋友了解拿麻子，好好做拿麻子。